是妞妞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噔噔鳄鱼泡泡。好，我们看后面。第一步骤沾水，第二步骤挤沐浴乳，第三步骤抹平，第四步骤吹。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像这个小朋友一样吹出那么多泡泡？那我现在要拆开来。我们去浴室玩玩看吧 ，Let's go！ 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我们先加沐浴乳，然后把它抹一抹。干起来！我要吹喽。Today, 妞妞 pon 95分，赞！因为你看我打完了，我都看到咚咚咚咚，耶耶耶！Oh!